中午的12:25，这么早了？他有发现爸爸的新手表吗？也比较大一点，已经开始使用了。这表带也很好看。我为们什么今要天换？啊，为什大家么都有要看换到啊，手表？这么羡慕。你的手表还没有用好，所以我手表还躺在那边。这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心在做一件事情。你一直摆在那边都不用。我完全不伤心，怎么办？我就对于这跟件事情事不关己，我就不会用到那个东西嘛。真的要赶快把它当一回事，好不好？不然那个手表也躺在那边一个月。好，我想想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复制回去，我一直帮你用好几次，然后结果它都要跑好久，然后每次跑到一半我们就要出门，然后之后就要重新弄。那应该在某个晚上的时候它要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今夜了。今天又来办公室捣蛋。有。你有没有好好工作啊？有，我很棒，我很努力。老板，我很努力，我上来做事情最负责任了。负责去拿大家的午餐。负责拿大午餐，把大家订餐，然后再把它拿回来。吃掉，最重要的工作，非常尽责。对，饿肚子就没办法好好工作。对，因为吃饭皇帝大。如果你没有去拿午餐，大家就会，对，大家没有东西吃，大家饿肚子就会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就会影响工作的效率，工作效率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业绩，业绩不好我们就没有钱赚，那大家就吃去马路吃饭的、啊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一个每个螺丝都很重要，太好了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那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我们中午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吃一个什么韩式韩校味韩式韩中韩，在新店这边的评价怎么样？它4.8颗，而且它有500多个评价，哦，所以应该是很好的吧。但不太便宜，对不对？就是跟外面吃韩式差不多，200多。对对，200多。可是我觉得就是200多啊，差不多。但商业午餐来讲，就算比较偏贵一点。哦，对对。那是吃餐厅的价格。对，它应该是吃餐厅的价格。你叫什么？牛肉，天哪，它是生的。牛肉拌饭、oh my God，没有啊，就拌一拌，这都是这样啊。你没有吃过韩式吗？有啦，你不是在学韩文吗？不喜欢，拌一拌就看不到了。这跟我学韩文有什么关系？学韩文要很认真那个啊。哦，不用啊，我还知道拌饭叫皮冰棒。我认真在学，你放心。我们今天还特别拿了一些东西来，之前上礼拜。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去台湾 Disney Store。对，那个已经没有了。昨天廖根福说，我们家才是台湾 Disney Land 哦。开始收门票。好像可以。那我们应该要建造一个游乐设施在上面。我把之前的树屋搬回来。嗯。你放，我们买的那些东西要来公司放，跟你们分享。那本人呢？我那天去买的时候，因为他就是那个代购嘛，然后爸爸就跟他们说：“哦，我们还要买另外一个东西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结账？”然后说：“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那你等一下，我直接拿给你。”他今天刚好有带，他今天刚好有带，然后就把他带来。哇！Cinderella Story Collection。是的，全部都是小老鼠，真的全部都是小老鼠，好可爱，爱了。啊，要割喉。要刀子，这样会影响到大家吃饭。那个屑屑会不会掉出来？还是我们在旁边看好？在旁边看。不然我小心。这个我先经过大家同意，我先问确认过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必需品吧？必需品。它不是装饰品吧？对啊。吃饭。吃饭，多棒！谢谢。这个应该是真的。不是拿来装饰的，这真的不是装饰，这是摆饰。我们必须要有它，对，这样才能够符合我们。日本的包装都长这样耶，对不起，我再遮一下，我好怕等下那个保丽龙会越来越多。好吃年糕哦，你看有小菜哦，算呢。哎，那你吃啥？我吃那一盒最大盒的，今天很奢侈吧？啊，可以，谢谢。哇，出来了。哇，这个也是，是他们，他本人做的很精致。对啊，日本的，虽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了，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巧思之后，就还是很品质很好。哇，这个超可爱的，
帅帅。哇，帅帅，真的是金色人。台湾太阳人，这是要擦那个助晒才会晒成这个颜色。好，来问一下我们品牌经理，已经入职一个半月，来考一下，请问这只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没有什么名字，就只有他叫做 Mary， 其他人在上面都是没有名字。那哪一只是 Susie？ 是他们的名字是这两只吗？对，是吗？还是这两只？都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是他们，一定是这里。哎，是吗？哦，葛斯不在，起争执哦。不在，都不在。葛斯为什么不在？为什么？完蛋！因为这两只，那个是他没有加入那个制作衣服的行列，他是没有吃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哦。跟那个。所以那苏斯妍 Pura 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怎么样去生出这样子？乐园才有叫苏斯妍 Pura。哦，真的哦。我是听人讲的。来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发想人。对。哎，请问一下苏斯妍 Pura 是哪两只？应该是糖。很绕，差不多啦。而且它是拿来装糖果的哦、喔。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是烟灰缸。它可以装小东西。烟灰缸。不然这是什么？拿这个来装烟灰缸，你搞错。装戒指啊，钥匙啊。哦哦哦 ，Sky， 我以为它只是装饰品哎，原来它是可以用的。就是可以放东西。Sky， 蔬菜棒。好，不吵你们，你们吃饭，我拿去看要放哪里。拿去看，超难。这是我们品牌的小老鼠，你看是不是必需品？必须要有它的。但是它的碗不一样。然后我们 Costco 的伊娜来的，在这边。这个还可以放，我们这边真的是越放越多东西了，放在挖 cookie 旁边，这样，这样应该还不错，这样还不错对不对？蛮刚好的，挖 cookie 这个板位感觉蛮贵的，这位置应该，那个板位占蛮多的。我吃海鲜煎饼，哇，好大一盒哦、喔！但我应该比你们便宜哦、喔，我这个200，我220 ，Yes。哦，真的啊，这好香哦、喔！还是我是220，我记得。有大一盒，看到了，好香啊！这个好香。我们还买了这个来，哦、还有可以换啊，对，吸收露。哇塞！我也要一罐那个，这是50周年的，不可能。我有上面了，我是说我有上面啊。我在日本迪士尼也买了一个。这是50周年哦。这个是跟外面那个厕所一样，压出来的那个吗？压出来就是你的形状，就是外面厕所那一件是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穿近一点才会有米奇，因为比较近，要买快一点，它会有点，它会失去。乔治，赶快存钱，跟我们去 Disney World。我怎么只揪乔治？大家要求你啊！你求你真的吗？你们愿意吗？很远哦 ，so far so， 迪士尼就是要多一点，可是要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要跟我们去哦，我们有小孩哦，会很无聊哦，会不是很无聊，会有一些，我们的行程不是，你们不玩游乐设施吗？我们可以玩，但是。哎、欸，小孩现在好像可以玩嘞，以前不玩，对啊，因为以前太小了。这是走马看花系列，就这是什么？小菜，小菜，哦，这么好，可以念。小菜，哎、欸，拿去吧，好棒，好吧，员工旅游补助，可以，不是，结果去那个要20万，然后补个20000这样。交补啦，补起来，花到真的对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，那去厕所，厕所我拿了很多罐，这样越来越多了。好了，黄金盾先收回家。黄金盾可以拿在这里。噔噔噔噔噔。今年是50周年哦。那个对迪士尼世界，还是你们要跟我们去搭游轮啊？太好了。哦。这样我们台湾的工作怎样？就反正我们都不在，你们也没办法工作啊，就放着吧。走了啦。明年底。人生只有一次。什么？什么渡轮啊？我们要全新的 magic， 超赞的。你有研究吗？你有稍微看一下？没有，他们要就是哇，好酷哦！哎，你们是要从佛罗里达对不对？对，他因为他只有从那边出发，因为他是全新的游轮，没有没有。要不然要去哪里？他是去迪士尼的私人小岛。哦，对对，你们那一个是私人小岛的行程。哇！我们还欠那个、欸。好吃，我的杯子，我们自己带杯子。对，是以后我们自己的
在办公室。我们还欠薛的一趟那个、欸、美国的员工旅游、欸 okay. 因为我们答应他说今年业绩达标的话，对耶，要带他去，可是现在不能出国，对，就算了，就算了，没有说要延长还是什么什么换钱呐、啊？我回问题，不是不想带你去，哎，国外国的，看希望。突然希望疫情不要太快，一个行程拖到变成一个团队了。真的，这个真的是不能拖的。对呀、啊，要赶快去一去，要要花那么多钱。二十万变一百万哎！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拖。这听起来价差有点可怕。哇，钱难赚的。几买毯，陶给辛苦啊，来拿去。好可爱啊！不要不要，我一个拿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在公司有新杯子了 ，Starbucks。可爱哦。这是乐园的杯子，我看一下这是哪个乐园。哦，这是 Disneyland 乐园里的星巴克，加州的哇！他们每一个他们乐园里面的星巴克都会有个专属于他们乐园的杯子，哇，超酷的，可以去。这两个，而且会一直出。加州的吗？对，这两个加州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去佛罗里达的时候，就看到就是也是他们有四个 land 嘛，就有四个杯子，然后我们都很想要买，但是就忍耐，就说算了，不要买。就回来的时候就反而买。回来就后悔了，超想买的，不应该买的，而且买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就只有这四个乐园有卖，哇，所以一定要代购。真的，看完之后去我也要买，真的必须买。我爸爸收集很多星巴克的杯子，哦、真的、啊。然后我之前就是去每个城市，我都会买杯子给他。哦，跟我朋友一样。嗯、我跟你讲，你要收集每个迪士尼的星巴克杯子，城市太炫，哦、嫌弃别人的嗜好。多了哦、oh, ，对，好收集，对啊，我是就是这个意思。快收集完，可以先以迪士尼为目标，再去收集其他城市。来，我们西武千乐。对呀、啊。好开心哦，跟到大家聊迪士尼就是这么开心。真的，停不下来的话题。好，开始不要乱花钱，知道吗？也不要乱被骗钱。重啦、啊！哎、欸、，Q 到底是不是？我钱有机会有拿回来，但、就是他分期，然后。就是、他真的假的？他10万块多万。哇！这个我可以拍一集耶。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心路历程。没错。好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我要就是一年后才会拿回来。哎、欸，拿得回来这是很夸张一件事情哎。通常拿不回来。怎么可能会有希望拿得回来？没有，因为那个人好像是初犯，然后因为初犯你。有诚意要还钱，就差很多，他就可以还钱，就不用坐牢。因为如果他调解失败，或是他就是没有诚意的话，他应该就要去坐牢。所以我觉得差很多。如果说我也会选择还钱。好，哎、欸，之后真的拍一集，因为大家都在问说你后续怎么样，他们都被骗。不是关心你，是因为他们也被骗，他们想知道说我要怎么处理。还是要先遇到一个初犯。哦，然后愿意和解这样子。对。赞赞，赞呢，好棒哦！真的很强哎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有这种事情会发生，太厉害了！赞叹台湾，大家说，大家说，没有想过今天在办公室，对，洗一洗，等一下就可以用了。我忘记我拿的是哪一个，红色很漂亮。嗯，拜拜。